欢迎收看本期保安叔叔，点击头像关注叔叔，愿您一生顺利平安。生活中大家对女司机开车的印象如何呢？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停车场内，两名女司机在网上被纷纷吐槽。在视频中显示，一名女司机在停车场出口处由于挂错倒档，随后车开始慢慢的溜车，此时后方恰巧又来了一名女司机，司机想向前开，但是车子还是撞上了后方的车辆。两名女司机下车看了看车况，商量了一段时间后一拍即合，最后两名女司机就这样开出了停车场。我们在网上搜索女司机，一大波新闻让人瞠目结舌。女司机买完新车后在小区内转悠炫耀，碾死邻居，赔偿58万。女司机倒车撞死老公，夹死自己。到底女司机真是马路杀手吗？曾经在网上发起的大规模调查中，就有51914个网友选择不是，不过有90273名网友选择是，占到了63%，最终把女司机们开车归结为反应慢、技术差、事故多。最近一张男女司机不同观察角度的网络图就很流行，前方同样的交通环境，男司机看到的是各种细节，但女司机只看到了前方同一车道上的车以及一位女路人的服饰和身材。这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新手女司机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其实在开车上，男女司机在技术上并不存在性别之分的，不过不少男性出于爱车的天性以及日常的体育运动，机械操作相对比女性更多，在驾驶上累积了一定的优势，而相对部分女司机性格比较胆小，慌乱起来就不知所措，所以给人的感觉男性比女性开车要好一些。以北京为例，有30%是女性司机，然而女性驾驶员负同等以上责任的只有176起，女司机主要的交通事故倒车、逆行、刮蹭等，然而因为酒驾、超速等造成严重交通事故远远低于男性司机。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有车辆距离判断不准确、注意力不集中、对交通标志的选择不准确或不关注。其实对于女司机，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但是对于开车，拥有良好的驾驶习惯才是第一位的。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是因为不遵守交通法规造成的，不遵守交通法规，恶劣的驾驶习惯才是真正的马路杀手。